三二一，开始，四十五秒倒计时，第一次有一分，中一个没，哎 ，Money Ball No， 还是一分，三中一，两分，四十五度角不错，三分，差一点点，三分，可惜花球没进，中圈的投篮，五分，七分。没有八分，八分。哦，不要着急，还有时间啊，十秒钟。八分，最后一个，十分没有，八分。最终的得分 8 points。Hey Swaggy, hold up. You want to give some advantage for the one you play with? 要让吗？让他。He been playing all day. I just okay. 他说他一直在打。哎，他不让啊。Ready, go. Okay, first bucket. Two. Four. 看来应该让一点啊。Oh, he didn't lose. He didn't miss a shot. He can't miss a shot. Oh! 好准。We already have a winner. 尼克杨已经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Nick Young. All right, former NBA champion, still got it.Swaggy 开始了调高弧度的高难度的投篮，开始放水，开始表演起来了，最终得到十一分。Let'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for Swaggy P. Nick Young。太准了吧也！他们投篮动作跟我们也差不多，为什么就这么准？我觉得他三分特别准。第一次现场见尼克杨那个范儿，贼酷，就是能在自己身体状态不好的情况下还能命中这些球。这就是职业球员跟我们业余球员的差距。导师团选出下一组对阵选手。很多时候在我们球场上，我们会有很多非常炫酷的球技，非常漂亮的衣服，也有非常漂亮的鞋子。今天我们这一组对阵，其实算是一场潮人之间的对阵，他是凯瑞图组合。凯瑞图。前 CBA 球员，挺帅的呀，觉得哇好帅，对，花里胡哨的，挺有喜气的。我以为他是我们的玄关，他这个鞋裤子也没法打呀。我在想是不是他衣服忘带了。凯瑞，今天你就准备穿这身跟他们打吗？这是个意外，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不穿了。现在我想赶紧换衣服，已经热死了。凯瑞图是一个就是会觉得自己很帅的一个人，不知道为啥。别的运动员都比较喜欢低调，他就喜欢虚远。一个潮人是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的，只要自己穿着喜欢，自己穿着帅，那就是最帅的。他们的对阵对手是李林月组合，李林月，太原理工头号射手，在 CBA 中太原理工是挺厉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林月，我来自太原理工大学，今年21岁。凯瑞图就是之前就没怎么听过，感觉也不是特别强的样子。我觉得我是自己最好的球员，就是有实力，就是有自信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这场比赛最耀眼的球员凯瑞图，2-0，凯瑞图一个助攻，走！哦，漂亮，三分球，一个回应，3-2。凯瑞图给到森田，掩护啊，右边护啊，森图，亚松，来吧，亚松，哇，三分也有，不愧是澳门小姚明啊，这配合真好。掩护，右边，别拉，右边掩护，换人，先犯规，篮地球，
不能上手啊，哎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这个拉拽不是篮球动作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嘞。再一次犯规，全队犯规达到五次以上，对方就要罚球。感觉这场激烈啊！看着。哎呦！凯瑞图率领的球队连续的犯规，但是得分方面他们却陷入了僵局。走！三分球有了。5-6，凯瑞图别太嚣张了，挨揍了啊！凯瑞图说了，我是这里最好的球员，他必须在球场上证明这一点。大幅度的转身，空中对抗之后还是完成得分，吴亦伟打开局面，7-6。他的那些动作好标准。罚球命中。走走走 ，Wolf Warrior。二开后，掩护质量很高，换防。申屠的抢断能不能抓回来？哦，全力的去扑这个球。只有一秒，只有一秒。最后一秒，看头来了。拿到球就得扔。哇，差一点！在篮板上，没沾筐，14秒进攻违例。是一个好。哎，别着急，球权给到了本队。给过去。Crossy， 加动，加动，然后做个配合，来一个，还是打不进去。申屠自己来一个三分命中，11-6。哎呦！往防守，李佳乐，申平，哦也中，13-6。申屠他是属于团队型球员，一个人带动全队，职业的差距在这儿。13-6，现在7分的领先优势，真的不好打呀。最后30秒钟。假动作再传，Harry图的抢断，哇，这个控制面积，防守的意识，关键时刻的抢断，最后16秒，另外一队想要积极的反超，来自 CUBA 的小伙子们必须要通过顽强的防守以及不断追分的信念去坚持。哦，拉回来，假动作后仰。命中，最后一投，一剑封喉。好，比赛结束，恭喜申屠亦菲、森田纯希、黎家栋获得。